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好，大手机，豪哥，各位好，吉哥好，来，你好，豪哥，欢迎来台湾，谢谢。今天难得来台湾，我要给我们鸡哥一个很豪华的健美训练，非常的荣幸。好，那我们要练哪里？胸肌，胸肌是不是又是胸肌？是跟豪哥学习，我们开始训练，开始。帮你安排两个助教，你什么事都不要做，你只要练就好了。好的，对，那两位助教非常的强壮，非常的壮。我一定要让你体验台湾的健身文化多么的豪华。等一下，你只要坐在这边，你要换任何器材，他们都会抱你过去啊。开始，谢谢你们。第一个重量都一组吗？对，还在热身那边做，现在是很轻松的。热身吗？没错，还在热身。天气比较冷，我们多热几组。好，那不是啊，那豪哥习惯就是比较长时间热身，真的让肌肉有一定程度的充血度，对不对？让关节润滑比较足够了，再上大重量。我们热身结束了，差不多花了十分钟左右。好，现在开始是正式组的第一组。对，我们开始第一组。今天是我的训练方式。我正念可以配合。好，希望能够跟得上豪哥。That's quite big.本来我要脱的，看他这么壮，我就不脱了。还是有点争夺，太好笑了。基本上胸大肌的训练呢，其实，在学名上呢，就只有胸大肌，没有上胸肌、胸下肌，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脚踝的问题而已。你会看到呢，豪哥现在正在帮鸡哥，待会呢，鸡哥做这个重量之后，还会再递减一个重量。递减组的目的呢，就是让胸肌呢能有更完整的充血度。提高他的代谢压力，可以。又来一个职业选手，热狗王来辅助你，他不是来帮你补的，他是来帮你加油的。他等下会用狗拉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狗拉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待会儿做超级特技推文。大家有看到这个动作吗？他是在练二头肌的，大家有看到我二头肌的紧张收缩吗？再加上我的大腿在上下蹲，同时也练到大腿肌肉。不要忘记。好，我们会看到豪哥现在开始换平胸了。对，那
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豪哥其实上仰的时候有个技巧，就是他直接放在膝盖的尾端上来的时候，就直接到终点的定点。对，那这样就可以比较省力。待会做完的时候呢，也是同样的方式放回去，就不用浪费力量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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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汗，擦汗，来了，来了，对，对，好的，谢谢，鸡哥，鸡哥。谢谢你不要偷吃豆腐，不用，太夸张了。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器材？器材，下胸，下胸。大家会看到，刚豪哥带鸡哥呢，先做了一个下胸的递减组。递减组结束呢，接着前胸推举的部分做直握。花的对准到下面，可以带到下胸的外侧，再加上双杠的第一个训练，所以整个三个动作加起来都是一个巨大组，称为巨人组，就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健美选手才会使用到的这么强大的训练量。豪哥呢？人不见了，豪哥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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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来补个肩膀的动作。好的，先推。对，但是我们用器材的，用器材。这个动作项目呢是肩直上推举，那豪哥待会会用两个角度去做肩直上推举的训练。那大家会看到呢，豪哥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是做完整的形成角度，但他第一个角度呢是抓最宽的位置，所以他的行程呢上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没有办法到那么多。对，那待会呢会换窄的角度。窄角度就可以撑得更多，对于肩膀的刺激来讲，比例上当然就会三角移到三头会多一点点，但是对肌肉对肩膀的刺激来讲，也是一个超级组的概念，也强度也是由高在中下一些些这样，多一点的三头的参与而已。背，对。这个是我们肩膀的这一个动作，豪哥帮鸡哥安排巨人组的动作项目。好了，巨人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坐姿进来连肩推，再来同样的重量，我们直接接着耸肩的动作，这是斜方肌的肌群做刺激，这是第二个部分。好，闪电结束之后呢，我们马上接着比较轻的坐姿的哑铃侧面举，把剩下的被贴好之后呢，把剩下的力量榨干。好，我们准备做最后一组了。谢谢鸡哥专程从山岛过来，然后还来这边，客气，跟我们一起训练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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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豪哥，哎妈，是我谢谢的，谢谢鸡哥，我这边想拜托鸡哥一件事情，什么？帮我带他们练个背，练个背，对，就是旁边这两位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对啊，都没有缝隙，都没有缝。充血吧，满的，真的，这个太深了。对啊，满的，那我拍个特写，胸超满。